朋友们太可爱了，小朋友们好，欢迎你们，大家好，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不会说话。好，来叫凡凡好，来老师你们带领一下小朋友，尽快的啊，他叫小龙吧，好，来请大家迅速的带小朋友上台，是主持人，好。小美眉，来，先排队好吗？我们先排队，好。哇，还有几位外国的小朋友呢？好。哦哦，推荐一下。好，有请平儿，美丽的平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有请，这位就是平儿，她是新北市爱心艺术舞蹈协会的理事长，她为了孩子们做了很多很多，教他们唱歌，教他们跳舞，而她自己呢，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者和歌者，下面她就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
妈的孩子像棵草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谢谢所有的母亲，听到这句，孩子们唱出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不用下去，不用下去。好，先不要下来，先不要我听到这首感人的歌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由这一群。